是一手响心肝输出。老板说我今年的优秀指标就靠这个人了。好乱啊，先收拾一下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，拔了兔头。先帮忙收拾一下屋子。你是谁？怎么在我家？我是御手小仙官初初，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。拜托，建国后动物不许成精。你就信我吧，就说说你有啥愿望呗。话说嘛，什么都行啊。别烦我，不着急出门。你今天不宜出门，会倒霉的。我信你，我这辈子不吃兔头。谁家的狗不长眼睛，在门口拉屎啊？犊子，你别咬！这个是蛇蝎。那个，我闺蜜最近莫名其妙生我气了，你能帮我可好吗？行吧，你拿着这个，好，把备注改成你闺蜜的名字，然后找她聊天，她能告诉你对方的真实想法。宝儿，你为什么生气啊？那天路上一个帅哥要加我微信，你非不让，但是你为什么自己加了？还因为好友上线加不上把我删了。你听我解释，我和他只是朋友，我看你十个帅哥，再加两个月的奶茶，这个吗？加两支最新的口红，原谅你了。哎，老爸，你怎么了？被你妈赶出来了，睡客厅。想哄好妈妈的话，试试这个吧。什么玩意儿？能行吗？老婆，别生气了，请你吃大餐，再买个包。他怎么又生气了？他到底为什么生气呀？我懂了，